哦，刚好，人家都唱了，唱的非常的好。我跟你讲，是，现在就该你了，这样吧，今天我的小孩也一起，小朋友都来了，五月，还有朋友从上海飞来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演唱会是不是很适合家人一起来啊？真的，是小孩们一起来要享受，因为其实他们小时候当然看过，但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不懂。那今天呢，我觉得他慢慢已经长大了，他们有来感谢一下你现场的魅力。哦，不然原本他们要来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叫他们来，他们说不要讲，去乐园玩。哦，想去乐园玩，后来我说你来感受一下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你刚刚非常的熟悉，但他们很少看到你在台上的一面。好，他们应该是很少看到你在台上的一面。没有看到我在这么多人演唱，因为平常看到你都是在跳来跳去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呢很少唱看你唱来唱去的。对，你知道什么歌曲吗？刚刚跟我写过什么歌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写过的歌词其实有非常的多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自己觉得比较火的一首啊，最火的一首，哎，就是回到过去。会唱吗？你们要不要来？会唱吗？来一下，来一下。这是20年前的歌，我们一起来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了。沉默之前，要多陌生。